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的人 Podcast， 真欢喜，阁含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段事，来含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日咱要来小解即字叹。碳的概念就是为一点散去，比如讲，咱甲目汁滴一滴伫纸面顶，目汁会互纸输入去，过来，迄、那个目汁就会愈大愈大只，一直到纸甲目汁数百为止，拢阁会继续变大，毋是拄滴落来遐细点，这就是碳。若开始碳，就是影响的范围会愈来愈大，愈来愈远。说白，这是碳，咱会当使用伫真侪所在，像讲病，伊迄歹物啊已经对细胞碳去脑啊，时间无剩偌济，你若有啥物要未处理诶，都毋通拖啊。嘛有讲，这疫情愈碳愈严重，咱大家得赶紧找时间去注意防射，安尼较安心啦。嘛会当讲食物。这顶下你看到，若无紧甲挽起来，黏伊就烫到规个篱笆拢是啊。嘛会当讲火，这火得烫介紧，爱紧去叫人来斗拍火。佮另外一种，就是咧讲生命产生新的后代，这就是生炭。人生囝，糖炭卵，精子不牙，金蕉兔囝，拢是炭的概念。咱会当讲，番薯真贤碳，掉土就会活。咱若要种番薯，摕番薯藤，凊彩掰寡土甲掩咧，压水，伊就会活。咱有一句俗语，应该嘛，介侪人捌听过：番薯毋惊落土烂，只求枝叶代代碳。说白，咱主持人有讲到，咱的母语才会代代碳，就是咱的母语会当一直活咧。一直流传落去的意思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介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